大家好，我是蔡维哲。就关于彼此这首歌，就因为我跟曾玉明觉得要写一些真实的东西吧，真实反映出这个内心状态的一些东西，对，所以那也包括就是我们经过几天的合作跟磨合，然后就写出了彼此这首歌。当时在台上晋级之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啊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正常的这个情绪嘛。然后比赛中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跟曾玉明都是蛮认真的在合作上面，然后也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很公事公办吧，就是我们的气氛合作的气氛是比较严肃的，所以也就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会看，我是会看私信微博的那个私信，所以可能我看到有些人就是问我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甜食，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嘛，可能你喜欢吃披萨，然后我喜欢吃凉面，就是可能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人的多样性就是会这样。然后就是因为我刚才有讲，就是我会看私信嘛，所以可能就是你们可以多多的留言，或者是你们对傻白的作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很荣幸，你们也可以，分享给我，都透过私信或者是评论的方式都可以。谢谢大家。